阿威。好的，现场拥有投票权的七至五位评审，请在我倒数之后做出你们本轮的选择。三、二、一。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。我觉得从一开始整个剧情跟故事就很明确，就把你带进去，然后尤其是老师一开始那个三个连贯翻，一下子就很震撼，然后又看到这个主题武侠，我觉得其实还武侠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你知道因为我对武侠这个主题真的非常热爱，但确实他们设计的东西都非常棒。阿 K 在桌子斜的时候刚好出来，哇，很有未来感，骇客任务的感觉，就整个一下子看了就觉得好像是看一部武侠片。武侠片，武侠。哦，好嘞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已经觉得说，就是你知道，我可能脑对转不过来了，对不起，转不过来了。没事，是我的，终究是我的。哦哟。哦，你们两个真的是，哎呀，喜欢喜欢，好喜欢！就是那个背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漂亮，从一进去就把所有观众的眼睛就吸引了。然后让我惊喜的部分就是还有你们自己做了一段 slow motion， 非常非常棒。后面的灯光的运用，包括剧情都非常的完整，且你们每个人的特色都很鲜明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整且非常棒的作品。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武打小说片，就看到了一段很帅的男主出来进行一个秘密的任务，整体的呈现特别好。那我问孙老师一个问题，来，听说你是为阿 K 而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就是因为知道有他，所以你才说我来。Yes。哇！而且刚才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，你说她是你的小公主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什么武侠？因为是这样，阿给老师是上了台很猛，下了台呢非常反差，就是。有才华的温柔的男子。有才华温柔的男子。然后 Raspo 呢就是很稳重，然后做事情很细。对，感谢。你看人家孙老师说的，阿 K 跳舞炸，性格好，人又温柔，特别棒。Raspo 也会跳舞，没了。聊不清了，聊不清了。都一起的，我们都一起的，我们三个。他内心很敏感，看着你们这样，他其实有很多话但不敢说出口啊。他的中文进步很多。我学了，我这 they told me a lot of like they taught me a lot of like words. Come on,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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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 on. 那新的字。Yeah. 非常牛。还有一个，你说，我们吃火锅，他们吃火锅底料。啊！好了，OK。谁教你的呀？这个。Raspo，问你谁教你的？哈？谁教你的？谁教你的？谁教的你这句话？哈？什么意思？孙来说也很厉害，就跟 Raspo 说一样。谁教你这句话？他不是没听清楚，他是听不懂的。我听不懂啊。Who taught you how to say that? Well, we were talking about, you know, what can I say on stage or what funny word they told me to say. So. 哦，阿 K 教的。好。我们三人这几天排练特别愉快，特别开心。就是我感觉只是接触了几天，但是我们感觉认识了很久。不管成绩输和赢，必须要拜把子的。对，就是让我感觉就是特别好。好，
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的作品，谢谢。你们可以去观战区观看你们对手的作品。笑死了。加油加油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Real Wolves 真正典范战队鱼丸马东杰，还有他们合作的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舞蹈演员魏申阳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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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你们看到的很多古典舞作品都有点偏现代、其实古典舞最传统的就是戏曲的身段、像一些最传统的银首啊，然后穿手啊，盘腕啊，这些东西是最传统的、就是古典舞讲究声韵。对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看见他第一面觉得他应该很厉害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街舞？我跳了15年。我也跳，你今年是？我九三年的。你九三年的？我俩一样的，一路上。我98年。哎呀，哎，对，30，虚岁31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不是，那我们仨就放松点了，这下子。98的，比我小5岁，但完全看不出来，不好意思。国家旗还是确实猛，虽然是不同的舞种，然后但是跳出来的大体的那种情绪都是非常对味的。这全场站好，谁不迷糊啊？我对于专业上面，我觉得你们的舞蹈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，但其实就是有一点，老师是他是很有气场的，但你们两个的表情，你要想着这块有第三只眼，对，这，你从现在开始到明天都这么看，起范，从现在开始起范，就差这块，其他没有任何的很好的舞蹈。排练完，你们对这个作品是有信心的吗？我觉得我是对这个作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，拍出来之后还挺好，我们挺有信心的，肯定能赢。潮流的街舞和传统民俗文化的结合会碰撞出什么样神秘的火花呢？请看。Yeah!